妈，您拎这么多东西，你打个电话我去接您啊。不用，这茉莉不是刚出院吗？我来看看她。茉莉呢？刚睡着。烧麦，怎么这么多呀？茉莉不是爱吃吗？那我爸和天晴不吃了，别管他。这丫头啊，最近回来的是越来越晚了。我问她呀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她呀，净给我打。嗨，天晴从小就有主意，您根本就不用担心她。怎么能不操心呢？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养儿一百岁，常忧九十九。你和天晴一样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总有操不完的心。妈，我爸是不是还生我气呢？早没事儿了。你爸你还不了解呀？他呀是科长的位置，局长的脾气，他就怕人家小看他。说实话，我看那个周兰芝收拾他，我还真的挺过瘾的呢。所以我说我爸这人啊，真是有福气，这辈子有您在他身边，他才能过那么舒坦。这夫妻俩呀，一个强了，另一个就得弱点，要不这家不成了战场了。这结婚呢，是为了过日子，不是为了争个长短。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爸那些臭毛病，那都不是个事儿。所以您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我都特佩服您，我觉得您特别会讲道理。那是啊，好歹我也是在教育战线上奋战了三十多年的，虽然是个体育老师。这三版封面相对来说还是这一版比较好一点，选的主题人物呢也够飒，但是现在从整体上来看，色调显得不够统一，有点乱。嗯，那我让美编再改一次，然后给你看。好。刘主任好。哎，刘主任，我现在有事，你稍微等我一下。没，你先忙着。另外，在改的时候跟美编说一下，文字版是参考一下艾乐，他们上个月的文字版是非常漂亮，可以借鉴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一会儿跟负责下两期样刊的编辑说一声，到我这儿来一趟。好了，我没什么事，人家先回去吧。好。好。坐吧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得走。怎么了？我得去趟互动传媒，谈谈合作的事儿。现在不都是概念先行吗？应该是内容总编先跟他们谈内容合作啊，你怎么先介入了？是啊。但老孙头非让我先去，说广告合作更重要。茉莉怎么样了？昨天已经出院了，你放心。不是你这咳嗽越来越重了，感冒还没好呢，你肯定是药没坚持吃。吃了，可能跟这段时间比较累有关系吧。是，别加班了，回去早点休息，多喝水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啊？没事儿。有什么事你就直话直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哎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算了。我就是个感冒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这本来想让你帮我个忙，说给茉莉去买辆自行车。自行车？啊，小丫头又跟我闹别扭，我就想买辆自行车哄哄她吧。昨天去买了，人说没货，说今天有。我刚要去，这老孙头又给我插这么档子事儿，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把地址给我。哎，你身体不好，算了吧，我明天去，拖一天拖一天吧。看着你和茉莉早点和好，我不也高兴吗？也行啊，这是地址跟钱，辛苦你的。地址我留下，这钱你拿回去，就当是我送给茉莉的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哪跟哪儿啊？这我定金都交了，那算咱俩谁送的呀？要不你把定金退给我。开玩笑的，那就谢谢了，我得赶紧去啊。嗯、别加班了，回去早点睡啊。
天兰，嗯，妈有一句话，一直想问问你。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有什么话您就说吧，您别让我怪紧张的啊。妈就是想问，你和刘展鹏还有可能复婚吗？你别怪妈瞎琢磨哈，我就是在想，你说你住在这儿，跟刘展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们俩经常见面，不可能了，妈，人都有女朋友了。什么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玻璃睡觉呢。你快说呀！我怎么知道啊？反正。就那砸杀茉莉头那同学的家长，啊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妈，你小点声儿，茉莉这口气还没消呢。不，这他凭什么呀？你还没找呢，你说哪去了？这不知。前泼水，覆水难收。离了婚的夫妻，也就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天兰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他爱找谁找谁去。等妈有时间，妈也帮你张罗一个，找一个比他更好的。啊，行了，妈，你别担心我了。你自己都说了。这都大半年了，他对我怎么样，我真是不在乎。我只想着他对茉莉好一点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其实妈妈刚才问了你那么多话，也就是在想，如果你们两人不能复合了，那你就搬回来，带着茉莉。这事儿你不能瞒着你爸一辈子吧？再给我点时间吧，不想让我爸看到现在这样。等我能堂堂正正养活茉莉了，我一定亲口跟爸说，行吗？你说你这孩子，你真是的，你跟你自己亲爸，你较的什么劲呢？你，妈，我别生气了，我不吃，尝一个，对的，山东的。您好，我问一下，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刘展鹏的先生在这订了一辆自行车？哦，对，也是这种粉红色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辆，我这不正装着呢吗？哦，昨天那是你老公吧？高高的，瘦瘦的，长得挺帅的，还留着小胡子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我问一下，你们这儿能送货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不过这两天我们这货走得特别好，你还得再等几天。哦，还要再等几天啊？我们也没办法，现在啊，送货的工人太难请了，我们这儿又是免费送，所以啊，你还得再等一等。哎，其实现在挺多人喜欢的，把车子一装好，让孩子骑上就走了。哦，你没带孩子，你要是离这儿不远，我给您装好了，您自个儿推回去也一样。啊，要不，您在门口打个车？哦，这样。那没事儿，您给我装吧，我自个儿推过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那您过来结个账。嗯。Thank you.
小雨啊，这展鹏叔叔给茉莉买的，你千万别弄坏了啊。嗯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下次妈妈给你也买一个好吗？嗯。小雨，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没有做饭，锅上熬了点粥，你一会儿去看着点锅啊。知道了，妈，你喝点水吗？妈妈不喝，想躺会儿。你一会儿去做作业啊。嗯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我虽然八卦，但是孰重孰轻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这条短信，我是不会给你传出去的。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发誓！我发誓！三哥，我贾美美对着韭菜馅饺子发誓，如果我给你传八卦，我就再也吃不上韭菜馅饺子，而且今年夏天长20斤，够狠。生活就在于极致。少废话，怎么办啊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今天晚上来我家，那一定是家里没有人啊，就你和他。他找我干嘛啊？共赴春宵呀，你懂的。那没准找我大扫除呢。Oh my lady， 哥哥，你小点声，你干什么？你也是混迹江湖多年，用人无数。什么？啊 ，I'm sorry， 阅人无数。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，这点小伎俩还能超出你的想象？这当然是阶级直白的邀请了。看他平时挺阳光的，没想到还很闷骚嘛。哎呦，现在男的都那样，平时越是文静的，发起未来越是势不可挡，你可得小心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接着说短信。这还不明白呀？前面是邀请，后面是气氛，叙事与渲染并存，真实与想象同在。哎呀，说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啦。嗯，哎呀，你刚到啊？哎，甜甜，我给你点了你最爱喝的不加糖不加奶的蓝山咖啡，来尝尝尝尝。不是晚上见面吗？你中午跑来找我干嘛？就是因为晚上这个事儿很重要，所以呢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这个事儿吧，咱们总是要发生的，总是要面对的，所以我想咱俩总得做点准备吧。我又不是小孩，不用你提醒。可是我怕出事儿啊。你担心什么？准备好不会出事儿的。但是天晴啊，话说回来啊，你千万不要紧张，放松，不要有任何杂念，越自然结果越好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我不紧张，我是怕你紧张。我是有点紧张，毕竟我是第一次啊。我对天，我对伞发誓，真的。谁信呢？上次你不是挺早练的吗？上次什么时候啊？还装就冰淇淋店啊！嘴唇要疼了。哎呦我去！讨厌。但是天晴，这次跟上次不一样，性质不同。上次是单独咱们两个人，这次三个人。还有谁呀？我姐。啊？哎呀呀，天晴天晴，你别生气别生气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愿意的你就跟我说，你要真不愿意见我姐，那咱们就不见好不好？我说我不愿意了吗？我说了吗？说了吗？说了吗？没有。说实话没有。你姐有什么可怕的？不就是两只眼睛一张嘴吗？这就对了，
你怕什么呀？温柔贤惠，天生丽质。哦耶！我想肯定喜欢你这个型的，我也喜欢。讨厌烦人，我先。你宝贝儿，你怎么还生气呀？不生气了好不好？见你姐就见你姐吧，干嘛发那种让人误会的短信？哎呦 ，My God， 不是我发的，是我姐发的。最后这俩字也是你姐发的？你是说爱你是吗？字儿不是我发的，但是绝对代表我的心声。嘘，听。澎湃吗？要死了你！随你死我愿意。我还以为你让我去你家干嘛？干嘛呀？嗯？你想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讨厌、啊！干嘛？哎呀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，走走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不是排练时间还没到呢吗？哟，不是，怎么着？一大早就来串门了？姐，我找你点急事儿。你现在知道急了？我昨儿下午给你打电话19次啊，19次电话你一次都不接，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啊？不是，我昨天确实是太忙了，等忙完了已经后半夜了，不是给你打也不方便了。是，我现在不方便了，楼下几十个人等着我排练呢，赶紧走着。不是，姐，我是真有急事儿。非要先说，那你倒是说呀。那咱就说说林玉凤。林玉凤怎么了？她没怎么。你跟人家好了那么长时间，我怎么就不知道？这回你事儿可大了。我什么时候跟她好了呀？不承认。她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她要是胡编乱造的话，那她也太有才了。反正我把话撂在这儿啊，我跟林玉凤除了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，如果有半点可能，我连工作关系都不想再有了。你也太狂了！林玉凤哪儿不好啊？配你绰绰有余。这好的人多了，我都娶，那我不成流氓了？抬杠！周大海，我告诉你啊，林玉凤这弟媳妇我认了。弟媳妇？哼！那这样，你索性把她收了当儿媳妇得了。我们家展鹏是有人了，要是没有，还真就轮不上你。行，哎，我现在我去展鹏那儿，我给他们搅黄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都把林玉凤塞给我了，我什么不敢干呢？我告诉你，周大海，你就狂吧，你这辈子就得打光棍，跟你那个大破客车过一辈子。行，不是你事儿说完了吧？该我说了吧？说吧。你给我拿点钱。干嘛呀？有用。多少？5万吧。五万？你好，请问您办的什么业务？你好，来，我取点钱。取多少？5万。哦，请稍等。哎，密码请输一遍。客户签字处，您自请签一下。5万，您请收好。哎，小姐，那个麻烦你能给我一个那个塑料袋，黑的，要不然就是个泡泡纸也行。我们这有现金袋。哎呦，那个不行，现金袋一拿出去，别人就看见了，不安全。这个可以吗？啊，行，好吧。您请收好。不是你这是20米路，你至于紧张成这样吗？
行，不能放在那儿，你这大破车漏风撒气的，待会儿一停车让人给拎走了。哎，更好更好，我怎么不至于啊？要不至于你干嘛不进去，非得让我去？你真讨厌，你每次都是让我经历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钱要被人抢的是小事，万一你姐我要是受了伤，那就是大事儿。你养我，养我一辈子啊？我才不养你，你老刘家人有你儿子养。是我儿子，我绝对不会跟我们家刘展鹏找麻烦，拖累他的。姐，你说你们有你这样的吗？占着我们老周家便宜，操着你们老刘家的心，忘恩负义吧？我少操心你了，啊？他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人就是个贱。姐，你是不是把教育我当成你人生最大的乐趣了？你有没有点别的事儿啊？哟，不耐烦了。行了，甭说了，赶紧的干你的正事儿去吧。嗯，别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得看好你的。好耶，走吧。路上小心啊。周大爷，喂，喂，喂喂喂喂，我挂了。爹，你咋呀？什么打跟二皮脸似的？要钱要脸。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车祸赔偿的事儿，咱们是不是要再见个面啊？没空，我现在正要出门去法院呢。不是，喂，他咋说？他马上去法院。完了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上法院拦他去啊。那么多法院呢，你去哪家啊？那你说咋办？这事儿得尽快解决。所以夜长梦多，这事儿梦多了，我跟你说事儿就大了，哥。我知道，他怎么什么招都能搅上？哥，不行，咱就得出大招了。什么大招？直接上他家堵他。你早说呀！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啊，哥。Lady first。怎么了？我突然觉得有一阵妖风刮过。星座书上说了，我今天不宜见客，要不咱改天吧。哎，你看那。嗯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都到狼窝了还想跑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呦呦呦！不是，哎呦，你最近吃什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沉呢？去你的！你才沉呢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还是有点发怵。你说咱俩才好多久呀？这么快就见家长了，是不是有点奇怪呀？有什么奇怪的啊？等会儿见着我姐，平时跟我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一点也不用紧张。哎，这你。再跟我说说你姐平时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呗？哎呦，真说实话啊，一般女孩是进不了我姐法眼啊。但是，她只喜欢
一种。哪种啊？就是他弟弟喜欢的女孩。那他弟弟喜欢哪种女孩呀？他弟弟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呀。好，那我就让你。今年27岁，土生土长的宁州人。我爸是卫生局的小科长，管后勤的。我妈是小学老师，不过现在已经退休了。我在优雅策划做策划，虽然挺累的，但我爸爸说了，只要我不杀人放火，干嘛都行。姐，你看看，人家进屋连口水都没喝呢，你就查户口。那你还不快点给人家倒水？不用了，我不渴。天晴啊，你跟我们家姚二磊是怎么认识的？姚，这是我姐留的昵称。哎呀，姐，那个，这事儿一边吃一边说吧。哎呀，我都饿死了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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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好吧，你们俩再聊一会儿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谢谢。这样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帮帮忙去啊。要不我也去吧。干嘛去啊？你会做呀？我做完你还不吃是吗？我吃我吃，我肯定吃。不是，我不忍心在厨房的油烟闷动你一身。这束花啊，让我姐看就行了啊。电话，去了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基本条件还算过关吧？太漂亮了，姐，这简直是从你嘴里听到关于你见过的我的女朋友的最高评价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才是第一关。好的开始就成功了一半啊！来，帮你收拾菜啊。差不多，赶紧帮我切了，我等着下锅呢。好嘞。哎哎哎！来了！我过去一趟。这媳妇儿还没进门呢，就把你姐甩一边了，讨厌！怎么样，我的闺房不错吧？乌龟的龟，到时候带你一块儿归。切，谁跟你一块儿归啊？讨厌！怎么这样啊？哎，这比我想象的干净些。那当然了，本人号称干净哥。怎么样，舒服吧？慢点儿。哎呀！别！哎呦，这别看是，哎呀，你别看，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别看，你还瞒着我偷看别的女人？没有，这，哎呀，别看，别看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别看，你干嘛呀？哎呦，别看，不了，你别看，我正要看，哎呀。
这个是我在等你加班说话的。原来你早就对本小姐图谋不轨呀你啊。必须的呀，谁让你长那么漂亮还老拿眼神秒杀。谁秒杀你了？动手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啊！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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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吃饭。哎，姐，姐，吃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多吃点青菜，给多吃点啊。哦，姐，你做饭真好吃，你多吃点。你在家做饭吗？平时我呀，我家用不着我，我妈跟我姐做饭都特好吃。哎，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，那个我会煮方便面，还会炒鸡蛋呢。煮方便面炒鸡蛋，那你以后要是结了婚怎么办呀？嗯，这我们群里早讨论过了，一三五吃婆家，二四六回娘家，就剩一个礼拜天了吧？那当然要出去吃一顿好的啦。对。来，尝尝这个，我亲手做的泡椒凤爪。尝尝尝尝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。谢谢姐，不过那个我不吃动物肢端末梢神经。啊？什么叫肢端？什么叫末梢？什么叫神经啊？就是尾巴、爪子、翅膀，它通通不吃。真聪明。天庭啊，你在认识我们家郑爷之前交过几个朋友啊？姐姐姐，哎，我发现你今天这个夫妻肺片做的特别好吃，来来，给我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真是辛苦您跑了一趟，招待不周啊！哎，瞧你说的，陶总，如果真有机会和互动传媒来合作的话呢，也是件挺好的事儿。刘主任，我的车就停在停车场，啊，那我先回了。啊，好，我不送你们了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这位是小丁啊，这是，就是刚才陪你喝酒那个小丁。哦，小刘啊。这闺女酒量行，你下次到我公司继续喝。哎，好，好嘞，那行，回见啊。哎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慢点，涛子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也白喝了，这一下午了，什么事儿都没定下来。林涛，我今儿可是喝的有点多。陶总也是个极品啊，想花小一居的钱买个别墅，还不能是连体的。林涛。我今儿喝成这样，我公交地铁都不让我坐。你说这种买卖谁能做呀？啊，老孙头也能想得出来。哎，孙主编，您交的事我都给您办完了啊。你说现在的客户请吃饭啊，又要开车，你们还不找他下，就惯我一人，惯就惯呗，你。林涛，
领导，领导！很讨厌，你别捣乱行吗？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！你看，正业，哎，正业，啊，来了来了，姐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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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碗是吗？我来。不用，我嘴上叫的是你，心里叫的可不是。哎呦，姐呀，不就洗个碗吗？你看你还演一出内心戏，你累不累呀？行行行，你歇着，我来啊。不许动。第一次上我们家，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？姐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过门都是客，哪有让客人喜欢这么一说？你看看，你放开！郑小艺，有人来了。哎，来了。你去开门啊。啊啊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你回来，干嘛呀？是不是想加把伺候啊？别，姐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要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舅舅老爷，天晴，真是你呀，吓我一跳。不是他在医院当地是假地址啊，这坏了坏了，这下白忙活了。舅舅老爷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谁呀？你找谁啊？他是谁啊？他是我男朋友。你们认识？啊。俊彦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给我回来！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认识？你们也认识啊？你认识他呀？啊。你们都认识？应该是吧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花儿，这是我一点意思，表示心意。这是什么花？菊花，有用菊花表示心意的吗？你来扫墓啊？不是，这是平安菊，很难买的，一年就那么几天。这个平安果。你还真的是来上坟的？确实不坟，他确实是我一点心意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说吧，死乞白赖找我干嘛？就是那位那车祸那事儿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你干嘛非得闹到法院去呢？啊，这个人和人呐，他就是欠缺这沟通，这一沟呢，这路就通了。你通情，我打理，把这个事儿摆在桌面上，大家聊开了啊，掰碎了，他就弄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你干嘛非得憋着一口气在心里头？那又伤身体，还影响家庭和睦。说完了吗？不是，你其实说白了，不就是个钱的事儿吗？啊，但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那都不是问题。这可说完了吧？啊，完了。我就知道你会为了这事儿没完没了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是一个较真的人，更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坑你钱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想让我不告你，那总得让我看到解决方法吧。干嘛呀？5万块钱。我说你把这个收了，咱们这事儿就算了了。就是你真是就告到法院去，他也不一定就能。赔这么多，这钱我不要。不是郑小姐，你干嘛非得要告我呀？这原告被告的说这他也不好听啊。江天晴，你很熟。